我想看进前顶生是断医，应该需要保身体，我才会买这個啦。我迄时阵看到张先生一直摸巴肚，面色敢若看起无爽快，我就无甲伊拍招呼啊啦。要啉咖啡无？好啊。子婷讲甲朋友去踅街，我要等下食暗顿，要互咱好好过两人世界。你求什么呀？跟妇女会朋友见面以后，让你恭喜恭喜。来，咖啡。你干啥子啊？没来事，没来事。刚有春天哈？没啦。子晴讲，伊叫我去金包包啦。我看，伊是叫伊付钱。哎，你紧去啊！想买啥就买啥。你真正无代志哦？无代志啦。那你要出门啊？这间工课，先生不要交我来处理，家己加家己打，我看不清楚，万一打不好是要安怎？工作好卡慢哦。若是无秘密，我就有参照即摆同款，安尼换过来该冷掉的。问你拄则碰到的所在，敢会疼？若是有秘密，莫阁讲啊！你讲白差已经够济啊，我听甲野神啊！文玲，你去帮你送一下。放手，我今麦连赶一个白菜林坤到困的都无心。文玲，我不是存心要骗你，我只是唔知要哪讲出嘴，你听我解释好不？解释啥？解释你无代无志，挂一块挂起来。好算，无险。破袋破纸挂一块挂起来，是要跟外口人要比对啥？啊，唔就好家在富下咯，无是安怎？官官官到杜拜去，为着安康这件代志，佫甲我讲，甚物互番茄酱抹掉，讲甚物去宜兰互小农毁掉，你的出头真正有够济呢。啊，唔就好家在，即马医学很有进步，即马做这款手术。身体唔免挂到大空隙里，干那加几号空尔。啊，不过赶快去听吼，你真正足够骗的，讲出嘴拢是白贼话，搁骗船头的。上讲的是我，互你骗唔知。我即刻你连刚刚讲拢是话，我讲有别关心。